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《法句譬如经》啊，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十九天咯。要甲诸位讲的这部经叫做《维廉品》啊。什么叫维廉品呢？简单讲，就是讲咱在修道过程当中呢，爱念念无常。咱知影低温爱保温呢，那么因为低温保温，会让有一人感觉真温暖，更加有信心，然后友谊更加呢，更更上一层楼啊。好，那么这部经简单讲就是两个国王啦，是非常好朋友，这个朋友呢，就送伊金银宝物啦。这个国王，伊送我遐尼好呢，我是要用啥物物件送互另外我的好友国王呢？想甲无法度请教佛祖，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怎教伊呢？讲安尼，你写一部十二因缘经呢，来送互你的好友国王。那么，伊真正照佛祖安来做哦。然后写好了后，送互伊朋友了后，这个国王现金。大殿流落啊！到尾呢，全放弃王位，予伊这个王子，然后割爱侍亲啊，出家修行。那么最后啊，证成三句阿罗汉呢。所以呐，低温保温的人，会感觉足大足大福报。你来看，为了呢，送伊物件所感觉果报呢，换得了证成三句阿罗汉。哦，那也很好诶吼！马来敢报捷呢？各有道亲自来教导呢？到尾这个国王啊，证成三句阿罗汉呐，啊，低温不温呐、啊。好，来注意来看经文下，也咧讲咯，十杯微念品，色佛在世时，佛家沙王。以宾沙王亲友，佛家沙王未知佛道，作七宝华，以以宾沙，宾沙王得直，转向上佛，别佛言，佛家沙王以我为友，以我出华，今以上佛，愿令彼王心开意解。建佛文化，弘敬圣众，同以何物以报所以？佛告贫沙，写十二因缘经，上持意志，彼王得经，心必信解，即写经卷，别书文化，轻易宝华建矣，今以法华相向。上师其意，果报亲密，道比常识，以同道比。佛家沙王得见普及，顺性欢福，坦然信解，贵人叹惑，道化真妙正义，安心国营，五欲有闹之源，累劫实习实灭。书金乃我，故事留宿
无去贪禄，即招君臣，国父太子，便诛铁条，行作沙门，发火气薄，夜都越城外，在道家游中寄宿，明日当日城分位，十亿呢，当日佛所，奉修境界。注意要看有精准吼，所以啊，咱人活在世间呢，互相要结善缘呐，千万唔通结恶缘。结恶缘，咱构成以后因果会纠缠落去，生生世世永远呢，我都行好啊，修止起来呀。哦，你看世间人真正呢，常常呢，动不动就惹起干戈啊，这拢含道生累劫。诶，因有关系，只是地人呢，伊免拄着呢。哦，即些干戈啊，无咧甲地啊，哦，烧台啦，互相陷害啦，乌骨头对方跳啦，到最后呢，正上法院咯。为地方法院，无甲高等法院，为高等法院呢，无甲呢最高法院，然后再更一、更二、更三，无甲十四地人拢咧收割啊。甚至死去了后十多年呢，法院阁吊单啦。吼、哦，最近电视无报一个讲，因阿爹用四十几年啊呢，法院还阁吊你看。所以这冤冤冤冤啊，何时休止啊？所以结善缘道理在这所在。你看呢，佛家沙呢，这个国王送给这个哦，所谓呢冰沙王呢，金银宝物啊。结善缘啊，哦，啊，这冰沙王也无漏开啦，哦，请教佛祖，佛祖是个圣人啊，哦，高智慧呢，叫伊写十二因缘，送给这个呢，佛迦沙王。然后佛迦沙王看到这个佛法了呢，哦，道生累劫善根大殿流露，然后写去国王。将王位交予王子呢，挂碍师亲，出家修行，证成三个阿罗汉呐。是啊，结善缘，好处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呢，咱人活在世间呐、啊，只不过是数十寒暑而已，要过着计较什么呢？目睭一睁一了，过了数十年，会堪去念几遍呢？所以啊，做些代志唔好想计较，伊过日就好啊。啊，怎样报恩呐？忙恩将仇报啊！有无世间恩将仇报人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咱讲做白话哈，啊，最关好哦。以前佛在世时，佛家沙王与冰沙王。是好朋友，佛迦沙王无明白佛法，伊将金银玛瑙的七宝送予冰沙王，冰沙王接着礼物呢，又阁转降予佛陀，并且向佛陀说：佛迦沙王与我是好朋友啊，赠送宝华予我。现在已经供养佛陀，希望这一点的功德呢，能使了呢佛迦沙王能放下的成见，会当心开意解，来拜见佛陀，听受佛法，能弘敬圣经大众。我无明白该用啥物物件来回报伊的赠送。佛陀向冰沙王说：“你写一部十二因缘经，赠送给伊就可以了。”佛迦沙王得到这本经呢，伊心内必定信解佛法。冰沙王依教奉行，真紧就将经卷写好。另外又搁写了几句附言，给佛迦沙王。你以宝华赠送我，我现在以佛法之华相送，
请你详细思维佛法的义理，便可以了解因缘果报之理。依法之深奥美妙，请你收着经卷，马上扑上，以便一同品尝法味。佛迦沙王收着这经卷呢，认真扑上，经过反复的思考佛法，当下坦然信解法义，深深赞叹说：“佛道度化之力太精妙了，佛理能使人的心内定静，国家安宁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五欲是人生忧苦根源。我历劫来颠沛不幸啊，到今仔日才领悟人生的意义，在透视流俗的社会，感觉实在无啥物物件值得贪恋享乐的啦。”随后，伊召集了群臣，宣布退位，将国事交予王子，然后自行剃度出家。做沙门，成就法福，手持钵碗，行脚到王舍城外，在制作道家道器的人家挂单。第二日呢，就入城乞食，食饭罢了后，准备到佛陀的正舍，奉行经法，以修戒。注意看清楚吼。虽然人结交一挂风外客无歹啦，所以讲日本的嘛真济风外客呢，啊嘛真济呢，哦，在家的地主啊，哦，拢真深交，因在听佛法，哦，听佛法是讲啥物事，哦，那么最后因来现金流落啊，你看过去苏东坡先生呢，看这个佛印禅师呢。哦，那是一生当中的神交啦，哦，交往非常密切。那么苏东坡先生在这个佛印禅师的身躯边啊，也得到一个佛法，哦，一功力啊，甲苏东坡呢，甲教化真济世界的所在，以执迷不悟所在，令苏东坡先生呢，以神经的大殿流落去下去修道啊。你看苏东坡先生伊文章呢，频频流露出呢，哦，苦空无常无我道理，甲人心呢，哦，人性讲得非常的透彻，哦，甲无常的一面呢，发挥甲呢无为不治啊，所以都亲近善知识道理在这所在。好，来咱看本经下，咱讲出别位个跳轨哦，伊安尼讲。在以前呢，那么佛陀在世时阵啊，这个佛迦沙王跟宾沙王呢，伊俩是非常非常好好朋友哦。那么佛迦沙王伊本身并无学佛，所以对佛法完全无了解啊。那么伊就真欢喜心嘛，哦，伊对朋友呢非常好。所以送了真侪金银宝物啊、玛瑙啦、啊、七宝呢，来送予伊个好朋友，叫做宾沙王啦、啊。那宾沙王接到这个礼物了后，欢喜在心啊！哦，当然伊也袂占有啦。国王以上金银宝物对伊来讲呢，哦，像砖啊甲同款太值哩。那么伊抱着虔诚的心哦。将这佛迦沙王伊的礼物呢，翻到等下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啦。哦，你看我有报是甚多，并且对释迦牟尼佛因讲啊，讲这佛迦沙王看我是非常好的朋友啦。伊将这金银宝物呢来送给我，那么我今仔日翻到等下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呢。我嘛五万讲，这一丝丝的功德呢，来回向哦，这个佛迦沙王，哦，和正中伊功德啊。那么当时
我嘛真毋盲讲佛家沙王会当放下伊种种的成见，会当心开意解来所谓呢拜见释迦牟尼佛，互伊当来学佛修道啊。哦，嘛会当呢来相信因果，了解世间就是苦空无常无我，同时会当敬奉呢佛宝、法宝、净宝啊。那么我无明白、无了解，要送什么物件来我这里佛家沙王的呢？来回报伊啊！那么释迦牟尼佛真慈悲，就甲教，讲真简单。你写这十二因缘经呢，来送予呢佛家沙王就可以啊。我相信佛家沙王接了这里十二因缘了后，了解因果了后，哦，那么我相信呢，也真欢喜心啊。那么宾沙王听佛陀你讲了，抱着欢喜心呢，把这十二因缘经真记录写好啊。然后准送予呢佛家沙王就对。那么佛家沙王，伊接了了后更加欢喜，哦，了解就讲，原来啊，世间啊，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啦。哦，对世间的贪恋，对世间的享乐，甲流恋呢，当下渐渐净化咯。非常的赞叹佛法，也不可思议。这种佛法会当予咱自己的心灵定静落啊。同时，那用伫个治国方面呢，国家会当繁荣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啊。人民百姓奉行佛法，了解前因后果。人民百姓会更加呢，会善良落啊，就做好治国啊。那么这时阵啊，伊恍然准感悟了人生啊哦。然后呢，伊感觉世间无啥好流乱啊，就勇气想要下起个国王之位，哦，叫王子呢继承伊这位就对啦。然后伊准鼓起勇气呢，准自行剃度，穿这出家衫呢做沙门，手捧着这个碗钵，行到这个王舍城的外口啦，有一个做肥仔人家。只照带一暝就着，按算第二天要入这城区入去吼，要来所谓呢来吐蕃，然后用饭饱呢准备要见释迦牟尼佛，听佛祖的经幻，要让佛祖受戒就着啦。那么到底状况有如伊所愿无呢？来注意看好，后壁到底是毋是如伊所愿有见了佛祖无？好。后边，咱就要讲这个个经文就有，看好。佛以神通，知佛袈裟明日十时，其名种种，各种万来，不得见佛，又不闻经，甚可怜悯啊！于是世尊化作沙门，往至道家。欲求解说，道家语曰：向有一沙门，在彼游中，可往种子熟也。把草入油，自于一面，闻佛袈裟，从何所来？苏轼是谁？以何因缘行作沙门？唯见佛味。佛袈裟言：我未见佛，闻十二因缘便作沙门，明日入城，乃魂为意，同往见佛耳。化沙门言：人命为脆，调色有变，无常相对，出自无极，但当观心，四大所有，合合善灭。各还基本，思维各异，空净无相，专念三尊，布施戒德，灵智无常，见佛无异，弘念明日，正无异念异相。
这段就是讲了释迦牟尼在这个佛迦沙王哦，佮住世无偌久啊。所以释迦牟尼本人出马，亲自呢变现一个普通的修道人，来找这个佛迦沙王来为说法，互伊正成各位啊。伊根本就无机会来见着我，听着我恭敬说法啊。以其如此，不如我释迦牟尼本人先出马来度伊。你释迦牟尼有慈悲无啊？非常的慈悲啊！来，咱来看白话文哈，甲讲个白话呢，你就了解佛陀安尼度众生啊。佛陀以神通力明白佛迦沙第二天的入城吸食。伊的性命也将尽咯，因为佛迦沙从这么遥远来求法呢，无见了佛陀，又搁无听了佛陀说法，真令人怜悯呐。因此，世尊化作沙门比丘，行到这座多奇的人家，要求借宿。到这座刀器的主人说，前两天有一位沙门在我的家内的药来呢，你可以去跟他同住一夜。佛法的比丘便带了一把草呢，行到药来，找了一个角落之类啊，就问佛迦沙，你是从何处来啊？师父是谁？以什么因缘出家做沙门？你是否已经见过佛？佛迦沙说：我无见过佛，只是看了十二因缘经以后，便剃度做沙门。我准备明日入城，七十以后就前往拜见佛陀了。佛法的沙门说。人的性命真脆弱，早晚的命运都不相同啊！无常将来就是存在，随时无常都会发生。咱平常爱静观身体，是由着地水火风所造成，但是组合也会再分散，四大各归四大。你爱正觉本性，对世事观空，性本清净，一切不可着相。爱一心专念佛法经三宝，多作布施持戒，度人之德。如果能了解世间无常之理，也就如同亲近佛陀，无啥物两样咯。你如果一直想明天的代志，这是无啥物益处的哦。注意看清楚啊，吼！所以啊，佛陀的慈悲不是讲两句话讲的好事。哦，这段经文是讲了佛陀，终于神通呢，了解着讲佛迦沙明仔载呢会入城。去吸食，当时伊性命也因为呢，明仔在当中的命尽，伊往生去啊。因为呢，佛迦沙伊遐尼遥远的路途来遮要向佛陀求法要修戒呢，伊实在无迄个因缘，也无哩时间通见佛，也听佛祖来讲经说法啦。所以佛陀想到遮来，也真怜悯伊，真同情伊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呢。就变作一个普通，也是修道人啦、啊。啊，偏偏现作出家相呢，就行到呢，借着佛爷人家呢，向佛爷人家要借大一枚啦。那这佛爷头家就讲啊，讲哦，前两天啊，有那一个出家的沙门吼，伫我药啊内底啊大哦，哦，你即位 BQ 会当堪咪做伫啊大呢啦。那么佛陀，所变现这个沙门呢，
就伫边啊捡一撇个草呢，然后入去窑啊内，要见这副袈裟，也结一面，要度化就丢啦。那么这时阵，这个佛陀所化的沙门，就甲这个佛袈裟这个国王甲问啦，讲请这问啊，这位仁者，这位沙门，你是倒位来吼？啊，你的师父是啥物人？你是啥物因缘的状况之下，是要出家做沙门呢？那么你是不是有见过佛陀？有见了未啊？这佛袈裟，这个国王，伊就讲话啊，讲我甲目前为止，实在还阁唔捌见过佛陀啦。听讲佛陀有32上80随行好，恭敬岁月，辩才无碍，度化无量众生啊。那么在伊座下修道开悟正果，不计其数。我不但仰慕而来，我现今也流落啊。我只是呢，看过这12因缘经而已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啊，我就来剃度做沙门安尼啦。当时我准备明仔载呢，要入这山区吼去突破啦。啊，食饭饱了后，我要会见释迦牟尼佛，吼、哦、要拜佛做就对。那么佛陀说话这个沙门呢，就甲这个佛袈裟这个国王来开始。伊讲你要了解啊，咱人的性命非常脆弱哦。早时跟暗时伊的命运就不相同啊。何况我都活到明仔载后日都后日呢。咱人的命随时在变化，世间无常啊，无常永远存在在咱身躯上啊。哦，随时无常都会发生啊。所以咱必须爱静观呢。啊，咱的身躯是脆弱的，是由这地水火风所组成的。组成的身躯肉体呢，到最后还阁分散哦。哦，四代最后阁分散归四代去呢。当时咧正觉，你的本性就是爱明心见性就对啦，放下万缘，参你的本性。对世间事，一切呢？啊，观空，哦，一空一切空，哦，一假一切假啊，凡事一切法，无有一物件，咱固定存在是幻化存在而已。但是你清净的本性，哦，伊存在哦。啊，管理性是本性是清净的，一切上千万万个集中哈。当时你要专心念呢，佛法经应用。永远的念念在心内，都持戒布施，哦，心存度人之德啊。如果你了解世间是无常之理了，也就呢，如同亲近着佛祖，无啥物两样啦。那么，如果你一直呢想讲明仔载的代志，明仔载的代志，一直想明仔载呢，安尼呢，这无啥物益处，对你来讲无啥物好处。上重要就是把握现在这分一秒啊！世间一切无常，唯有你性是清净的，修住一心呢，无就未见性，无就未开悟，无就未正果。要入这涅槃之灭，不生不灭呢，就在眼前之刹那。哦，你看佛陀遐尼慈悲啊！咱这佛家沙王住世不久，明仔载就往生啊呢。佛陀提早一天来个度伊，互伊开悟正果啊。到底有开悟正果无？来后壁来要讲啊哦。那么在阿未讲入这正地以前呢，要甲诸位讲清楚，世间是无常的，由不得咱呢去去当业主啊。哦。这一人善观无常，这人会开悟正果呢。佛陀在《阿含经》有讲啊，来看好。《阿含经》云：若令善观无常，如是行者，渐入佛道。安尼就看了吼，讲咱修道人最基本这点也做未到呢，要如何可能修道呢？多一点。
显观世间的无常。显就是讲哦，显观讲你真牛真宽卡，哦，真机卡真微妙，会当观看世间是无常为假呢。你人渐渐会悟入这里呢，哦，即别涅槃的境界呢。哦，无常安怎看呢？真简单。你雄雄行出你呢，街头巷尾，看人伫冤家相拍，迄个无常啊！啊，雄雄看人发生车祸，血流满地啊，无常啊！哦，无代无志飞机呢，哦，一半公分落落来呢，死了两百几人，无常啊！你后生，你祖囝，你老爸老母，发生无常死亡啊！你敢无看到？哦，尤其啊，善观无常人，这人善真的成熟。因为看到外口无常，伊会回光返照。有一天我嘛像安尼啊，是善观无常人，伊善真的流落在这所在。要对看相机呢，你去医善观，哦，去家护病房，看你家己，哎呦，你卡袂着冷去。家护病房有人伫哀声叫绝。叫天天未应，叫地地未灵啊！有发生车祸，有诶做工课跌倒，发生意外断开，脚船吊伫个，哦，吊悬悬，毋是断开，毋着断手诶，毋着是无断烟，哦，啊是癌症第几期，啊是呢腹肚来生锈啊，种种诶腹肚来变化呢，破开去，好、哦、啊伊。鼻腔挂一下上锁，一下呼吸咩？哦，看你家己，你卡不灵机呀！生命危在旦夕之间呐、啊，随时生命拢错起来呀、啊！严重者变成植物人呐、啊！哦，你看这无常的代志，家伙病房上知啦！你若讲神经生未起来，真古怪。哦，所以有得讲啊，哦。哪会当善观无常？那么如是行者呢？伊有法度渐渐入这佛道去呗？哦，有道理啊！好，那么世间确实也无常哦，国土为脆哦。来，我运用呢《佛说》呢《八大人格经》来讲伊咯。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。四大可空，五阴无我，性欲变异，虚为无主，心是恶缘，行为罪数，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。这是佛祖教咱如何降恶最基本的原则啦。用世间无常啊，这三河大地接地球嘛，众因缘所符合啊。伊寿命也真，有一天像外口外太空的流星同款呢，咻出过一条白色的线，砍过呢，迄、那个世界消灭啊！地球嘛是无常啊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啊，脆弱的啊，这地球会歹呢。是咱的性命，我都活遐长，看伊会歹一天尔，有一天会歹。四大可空，咱人有地水火风所符合，这地球嘛是地水火风所符合啊。五阴无我啊，哦，色受相形色，构成一个性命体，伊嘛是空性无我的啊。性要变异啊，虚为无主啊。主就是会当主宰啊，不空啊，永恒不变啊。但是这四大五蕴之体呢，随时伫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，哦，无得控制一条的，伊是有违可坏性的啊。讲四大五蕴呢是无我空性，无唔对。那么当中如果以心呢为恶缘，哦，心以自业啊，杀。都隐梦，哦，讲欺诈，哦，讲呢，讲怪，讲骗呐，心是恶缘，当然嘛是善缘呐。你变做等下无杀都隐梦，就布施施舍做功德，
帮忙需要帮忙的人，这嘛当做功德嘛是善缘呢，这一念之间尔。行为罪数，那是指着讲咱目前的胳膊体啦，咱身躯用三性啊，身躯是为多生累劫做善恶之业的总集合啊。哦，如果若毋是罪数为食呢，身躯是不坏，是不生不灭啊。但是身躯伊是呢，可坏性诶，哦，是多生累劫自业所感召的啊。哦，那是色心啊，不是法心啊，叫做行为罪数啊。如是观察啊，渐离生死啊。你啊，以这款的角度，用这款智慧去了解，用这佛法去奉行呢，渐离生死啊。所以八大人格经，你定下相，定下念呢，最后你开悟证果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哦，这几句太水了咯。把世间苦空无常无我道理呢，讲得非常的微妙深入入面，大家听好哦。佛说八大人格经言：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，性灭变异，虚为无主。心是恶缘，行为罪数，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。诸位讲个清楚啊吼。好，那么现在咱回归呢正题，来看释迦牟尼佛如来度这个佛迦沙这个国王，咱来看一下度下，来看好。是化沙门，即随其言。夫人的善意乃来自归佛，是故当抽也常念佛法众，既知自觉意是为佛弟子，常当抽也念佛以法及众，念心念非常，念界布施的空不愿无相，抽也当念时，是化沙门，在于游中，为佛迦沙说非常之要。佛迦沙王思维已定，即地阿那含道，佛地已解，威现佛身，功名相好。佛迦沙王惊异拥耀，起受足礼，佛长告之曰。罪对无常，必过恐极莫恐。佛迦沙王言：敬奉尊教，忽然别去。明日十时，佛迦沙王入城昏位，于城门中奉新山义牛贺毒，得杀佛迦沙王，溃火命中，即升阿那含天。佛见诸弟子，也顺其他佛意诸弟子，罪得一其根，不可不信。诸位看有清楚吼？哦，有价值啦！死了呢，有意义呀、啊。最后佛迦沙呢，伊出家伊命运呢，何一只要出世的母牛呢？给打死去，打死去，唔过事先阿未打死以前就进行三个阿罗汉安尼，哦，伊罪报行完了后，哦，就无来生轮回生死咯，哦，所以当初一念的善念呢，救了伊呢，何免受来生轮回，佮进行三个阿罗汉故，来来讲出白话，看好，这个时候。佛法的比丘就说了一首偈：众生如果想要得到善报，就爱皈依佛尊，因此应该日夜常念佛法经三宝，自己已经自觉本性，是名为佛弟子，应该日夜
念念佛法经是归依处，常念身体乃是无常心，常思持戒布施德，法空不求无妄念，日夜应如是念处要多。此时佛法比丘为佛迦沙说无常的法要，佛迦沙王静观苦空无常无我之义理，心入于定境，便证得了三果阿那含的果位。此时佛陀明白佛迦沙王烦恼已经除，便现出了佛陀身上光明。佛迦沙王一看了呢，惊异踊跃，叩首作礼。佛陀向伊说：“最上也是无上的，所以你唔通害怕。”佛迦沙王说：“我会尊敬你的教导。”然后伊佛陀分别第二天的中午用息的时，佛迦沙王到了城市行进，经过城门时，有一只生产的母牛呢，有着保护小牛啊。佛迦沙伊巴肚当下被牛公呢，甲伊擦破去，因此便死去了。死后便生到色界阿那含天，不再堕入欲界受苦了。佛迦沙死了后，佛陀派遣真济弟子呢，为伊的遗体火化，并且做它保存起来。佛陀向众弟子说：“罪业三生的根源，恁不可无小心防范啊！”诸位看呢，吼，所以佛陀啊，真正有善巧的方法，令一人开悟证据。出世伫佛陀时代，确实有价值、有意义啦。好，那个工作别位再别位哦，严讲。讲在这时阵啊，释迦牟尼佛的伫油啊内呢，伫庄啊油内底，吼，伫佛啊油内底呢，佮为这个佛迦沙，这个国王，因已经出家做比丘啊嘛，有一个说法。因众生如果想要得到善报呢，那么伊爱一定爱皈依佛哦。那么啊，应当爱日夜当中啊来思维，爱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、念这三宝。那么自己呢，已经爱自觉，以这个本性，也是爱最后明心见性就对啦。这才是真正叫做佛祖哦。那无明心见性，无觉悟自性，安尼也阁是门外汉的啦。总讲一句，日夜来思维佛法经，阁念你的身躯是幻化无常的，阁持戒忍辱精进，多听闻佛法，了解一切法空，乃至呢未妄求一切外在希望的我欲。心内渐渐无梦想了后，因才是慢慢入到现象哦。那么在这时阵，佛陀所变化这里呢，道人呢，为佛迦沙呢，讲这无常的道理，好听呢。那么佛迦沙呢，身为一国王，是大智慧人啊。听佛陀了后，伊当下呢，就属于这个苦空无常无我道理，一刹那之间呢，心中入这禅定落去啦。当下证了三个殊多烦的道的境界，阿那含的境界以外，那么佛陀明白呢，佛迦沙这里比丘呢，已经呢断除烦恼了后，佛陀的本来个现出呢本来面目，就是现出长那金身出来呢啦。哦，佛像光明啊！佛迦沙看得家己非常欢喜，然后甲佛陀顶礼三拜啦。那么佛陀向这个伊来讲啊，最后佫话讲啊，讲
最上也是无上的，你唔好惊吓，唔好烦恼。当然佛陀也无甲伊暗示，也无甲伊讲哦，你明仔载会死啦，唔免安尼啦。哦，反正呢，飘飘啊人呢，哦，当然一点破了，要怎收就知影。好，随个听好。那么，甲第二天的时候，哦，释迦牟尼佛看这里，哦，佛家沙王的分别了。嗯，这个佛家沙王呢，伊准呢去吐蕃，啊，正啊起故事呢，哦，不停的代志发生啊，一只母牛都要生产尔，可能脾气较无好，我看到这个佛家沙王这个 BQ 呢，当下呢用个伊牛角甲搭一下吼。巴肚阵脆果果，等下阵流出来，当下阵毙命啦。嗯，不过伊随死的当下，这佛家沙王这个 BQ 呢，伊身份的当下，生到这个色界阿那含天地，将住了就无个对了呢，欲到轮回去啊。哦，所以啊，佛家沙呢，伊死了色界魔呢，非常慈悲啊。准叫伊地主家火化伊个遗体，甲起塔起来。嗯，爱做了解吼。最后到最后，佫讲啊讲，哦，受地主们啊，一切罪业，吼、哦，伊三千个根源呢，也就是咱个心内哦。恁袂当无小心下，爱防范哦。再三佫叮咛呢。哦。做性命非常微脆啊！哦，一口气无来，哦，就三阵出局，哦，去找人讲我食咸过去啊！嗯，性命真脆弱呢，所以性命为咱维持偌久？哦，你等下无常啊，无常是要怎讲？来看这家某人，伊安那问地主讲，性命到底能维持偌久哈？伊定义是呢？佛说四十二章经言，佛问沙门，人命在其间，对曰数日间。佛言：诸弥地道，佛问一沙门，人命在其间，对曰还十间。佛言：诸弥地道，佛问一沙门，人命在其间，对曰何十间。佛言：现在住地道矣。好、哦，就看到哦，这就是咱要听的话啦。哦，是最入错的话啦。佛陀问伊弟子讲啊，咱人的性命在之间，性命到底能活多久啊？在看什么之间呢、啊？伊讲在数之间，今天好好，明天再好好，凡是第三天就爱呢发生无常，爱死亡啊。佛陀讲讲唔对，哦，你唔知我意思。佮另外问一个沙门来讲，咱人的性命是偌久之间呢？用去食饭间呢？无食饭，反正几工就爱死啊咧。佛陀讲，你唔知我的意思咯。佮另外问第三个沙门问呢，讲咱性命在之间，到底性命能偌久？伊讲在呼吸之间。哦，佛陀讲讲，地主啊，现在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一口气无来，就错开咯。有影无有影？咱人死有两款情形尔啦，较安怎的两款情形？第一，开一吐出去，安来死；啊，无就吸入啊来死，就两款尔咧，呼吸之间。啊，看你属于吐出来来死，还是呢吸入来死啊？咱人就呼吸之间尔，唔是食饭间，也唔是数日间咯。好，佫听好。好、哦，咱出家修道啊，都要断爱哦，唔好攀缘外境哈。我运用呢佛陀的四十二种经言讲哦。佛言：夫为道者，如牛腹中。行深年中，疲极不敢左右过失，出离污泥乃可所食。沙门东观静欲，信以污泥一心念道，可免苦矣。
这非常水。所以修道啊，唔通伫遐顾前顾后，因小改大啦，这有道理。佮得做一个品作水，讲修道啊，道要哪修啊？道是要哪批论呐？安那入道正道呢？伊做一个批论。讲只牛啦，哦，大足大个物件哦，形容准含为这罗锅麦真深落去，我害啦。这只牛唯有呢，想尽办法爱爬起来，唔通伫遐顾前顾后，吼、哦，伫想前想后，想到心准无力气啦。你一心一意个贴起来呢，想尽办法甲爬起污泥，甲爬起来就对。好、哦，等下出嚟污泥了后，你爬起来含。含窟了，你才好个喘一下，才算代志圆满咯。那阿未爬离迄个落高满的以前呢，阿个内底呢，你唔好想过大意哦。修道三门也讲这意思，哦，道生女业含伊这真爱爱情，哦，诶，音乐内底无净化，你都唔忙呢，这大意哦。啊，出离净欲七等呢。伊这静欲时，才好啊喘一下，搁来会赴的啦。哎，再我来撇免呢，这个生死轮回之苦、哦。哎，就静止吼。所以我们讲修反应，修反应道理在这所在。所以我们大家爱有心，吼、哦，生命真无常，刹那之间感情唔好用遐重，吼、哦，慢慢个净化，净化，净化，最后反应成就。你跟诸佛菩萨无什么两样时，才会当好啊呢？停喘，无想过大意哦。你就静坐吼。哇，那静坐时间到咯，会见哈。咱明仔载呢发句譬如经，第二十天再会。